也许大嘴猴 CP 转身来世发喜糖。Hello，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恋爱官林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恋爱官海蓝茶。延禧中受到粉丝追捧，最后却是无缘恋人的韦璎珞侍女明玉与皇上侍卫海蓝茶转身到来世。李晨送客发喜糖喽！小两口跑到爱奇艺办公室见粉丝啦，吼一炫目。看到本人帅还是镜头里帅？哦啊、那我明玉小可爱是本人美还是镜头里面美？本人跟戏里一样苏佩啦，是说被戏迷封为大嘴猴 CP， 写两口觉得。你们知道叫你们大嘴猴 CP 的事吗？知道、啊、知道、啊、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一下上了热搜、啊、对，然后就很原来我们叫玉兰 CP， 然后就变成了大嘴猴 CP。 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有一天他就发了我一条微信，然后我就跟他说、嗯、他们都说我嘴巴很大，然后他说他也是。对，男的还喜欢大嘴猴这个名字吗？就挺好的，挺亲切的，对，挺可爱的。